没有天使的命令，上帝的教导之恩，我们没有办法办到。或许常常想，先后也礼拜天感冒，没有声音，而且连续两年长寿，站了4个小时。或许都这样想，弘扬起的时候，人家弘扬起的师父法师哈，是坐着的嘞，听课要跪听的嘞。可是现在大道什么讲夜半分钟啊，讲要站着2个小时，你们是坐着听，而且吹着冷气坐着，哦，不想听还可以打瞌睡。他讲是站在这里要讲2个小时，各位提醒，不一样的一个音乐。所以大道靠天子，修道要靠用功，表道要成道要靠我们的累积，一点一滴的累积，行功立德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所功德相，可是上天给我们一拳，因此才说我们人生要找到我们的价值，找到我们的价值。那人生是返也空空，去也空空。多一点，其实我们的人生过程能够活到80岁，像我爸爸公公都76岁就离开了我。那妈妈今年80岁，我都说妈妈你们非常感恩，能够活到80岁，很不简单。因为我们人生过程不外乎10岁，台湾演讲是这样讲，听过80看人生吗？80看人生，应该有些人听过，我觉得你这些年轻人不用在那边讲，能够听得很清楚。10岁看视力，这个孩子，我们养他到10岁的时候，他是书读的好不好，可以很清楚，从那老师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来。哦，那20岁看什么？看学历。20岁能不能够读研究所？能不能接着上去读博士班？可以知道。到30岁看什么？能力。40岁看精力，所以其实精力很重要哦。昨天我们看到一红在 M V 上上过一个精力，那你拥有能够你不出来的一个精力，精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资产。因为到40岁哦，就看你的精力了。到50岁看什么？看财力。到50岁还欠人家很多的，就是财力不足。现金存折不够圆满，但是不用存很多啦。为什么？存那么多干什么？像那个美孚集团有没有？就是美孚，对吗？是黄的一个集团，它就你们成本的胸襟很大。像我说走的时候有8万8，我说不是胸襟很大，连他的腰都不够，对不对？你看早上我们助理说我们那个王顺大，这是我们王顺峰盘子的第三个儿子。后学他以前就是学习台北的那个区块的时候，后学他们跟助理去他们家访亲，刚开始是在那个工地里面哦，用一个炉子煮酱，煮那个凉面的酱，麻酱啊、香菇酱、什么酱都有，豆豆酱都有，就是一个炉子跟一个锅子。后来转到那个工业区的工厂，租一间工厂，差不多我们这一边的一半是在煮的，好像5个炉子，一半是一个冷冻库，就这样差不多在一间的仓库。现在是上次又去，他刚好不在，后续没有进行他的投资。他的公司的门面非常的豪华，现在是在公司里面的，不是在仓库里面。听助理昨天他讲，助理昨天有去，他说现在是企业化的，那个什么自动化的，连包以前包
明白现在现在机器化全自动，各位姐姐，我们王顺峰产品有什么给他的孩子有的王顺峰产品是认识我，我都认识这一百的人都认识，认识他的人他是特别有的，他只有去爬山哦，去爬山跟他儿子女儿去爬山，就有那个企业家自动来找他说，阿伯你修行啊，你看我这么得意的这么得意的是卖遗产的，他又带我去访亲嘛，那个企业家就在柳营那边做驿站，各位姐姐这个就是走，那人有形象的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来的时候一丝不挂在二十人世间啊，爸爸妈妈又衣服穿又牛奶喝，那要回去的时候怎么样，虽然只有穿的，人家说如果老菩萨归空有穿七层，那如果说年轻的比爸爸妈妈还要早走的，那个就是大比较的，但是个人意愿，这个就不说穿七层，好像穿三层，那各位姐姐到最后到幽冥火化场烧一烧剩下什么，或许去跟我的公公爷爷就剩下一堆的骨头，这是我们的骷髅头，这个不会破掉，不会软消脱，因为骨头只是几根大骨，我们那个小小的一个骨骨哦，很美丽啊，你看它上它背它背含很美丽，有带转过去没有？但是只有业随身，但业有善业还有恶业，我们今天如果带着我们德性回去，我们回家回家的五大条件，也就是我们戒律、心念、果报，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愿心，还有我们的德性，我们带着五大条件回去，这个包里面背着这五大条件，五大条件回去的话，绝对可以回家念。只有这家，其他有形象的几个都带不回去。虽然家里跟我花了十几万，只是在做一个感恩的活动，感恩的一个仪式。所以来到人生，自然也空空，去也空空。我一定要赶快的解脱了。像我们的那个李太太，她老公走了，她非常的懊恼。也就是说，她老公在世的时候要亲口，要立亲口约。他跟我说为什么他有知识不能够放在里头，我跟他说就如同你有知道台大的资历的一个学位，不是学位啦，知识，但是你没有在台大大学里面注册，他会给你毕业证书吗？应该不会，因此就是天上的果位是要我们人间去的，他一定要有地位，我们的检察师才可以跟你签名放在五楼，那要不然如果说特别通过他你放在五楼，很对不起这位祖，他的祖先就是他老公的一个灵位，他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在那边，他会跟他说明说人家都是有地位的他们的灵花果位都有他的名字，我去到那里都找不到，我们都有一个灵花果位哦，那这个莲花果位会它是我们的名字在世的一个名字，那你才可以找得到，所以各位姐姐，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觉醒，那人生是一连串的空欢喜，真的是空欢喜，像那个美容集团的他的祖先，他那个老爸回到天堂好了，说他回到天堂好了，他在天堂看他的孩子这样子，他会高兴吗？应该不会像我昨天晚上因为有客人所以有点多看了那个明日之星，那明日之星好像明日之星有一个选手，他要唱一首歌给他爸爸叫父子情深，他那个胡瓜胡子跟他说为什么要唱给爸爸听，他说他爸爸已经离他而去了，他要唱给天上的爸爸听，各位姐姐到那时候都已经来此已晚所以说其实人生真的是一连串的空观众，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觉察力觉察力如何来挥洒生命来丰富我们的人生，那人生是一连串
菩萨都是在人间修行的，修成的不是他一出生就是菩萨就是佛，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开始修成的，他也悟到三宝地四大菩提以后他才发心修行。那我们妙善公主成就了现在的观世音菩萨，所以说人生一连串生命都能创造与超越，过完也可以学圣仙佛一样的创造与超越、只要真的你跟着这条一切跟着我们点灯师前人的脚步，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与超越、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那人生是一块金刚宝石，为什么这样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是具足圆妥妥光妥妥的智慧，我们不要学一个非常穷的流浪汉、有一位流浪汉他拿了一块破破的碗每天在那边乞食，然后在乞食的过程我们如果看到那个流浪汉无卡无救中医说你在给我回来你给帮他或者给帮他之水来钱，我们一定会有怜悯的心，因为恻隐之心人端也，我们一定会救济他。那如果他看一个人他的好好的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他拿着一个碗在那边乞讨，如果恶语绝对不会理他，所以他拿最拿那个破破的碗，可是这个破破的碗他每天取不到东西，讨不到东西的时候他就灰心了，就把这个丢掉啊，这些破啊，把这个科隆母娘就忘大家，科隐娘就忘大家，一熬让那个考古学家写到以后变成那一块碗是古董价值连城的古董，各位演员有没有在看的女人应该有钱那个节目，应该都没有在看，那是我老公在看的吗、我老公也喜欢看那个节目，因为他是古董的鉴价，有没有？他说请鉴价，你不懂，你家有古董不懂的话就去报去让他鉴价。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公你帮我报名一下因为我家有两件古董一件就是我年表的阿寿埋了几年十年呢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没看过我阿寿，结果我阿寿就是捡骨捡到佛山的时候有一只锁头有的人都会觉得说那个好像不好有碎什么碎去不要都不要我妈妈说那你不要我留起来当纪念，那